上面一堆男生穿着女生的内衣在干嘛？是在……哦，这里是看表演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会有人跳舞，然后开始打鼓，踩桶子跳进去 ，OK 啦。等一下，该不会有人要唱歌吧？敲铁罐声音好真实哦！还有歌舞秀可以看，然后唱的这个声音真的有够鸟哎！我也会啊。那个在敲枪，他在敲那个铃铛啦。应该没有了吧？别走了，我是不会给你们小费的，我没有钱。不看了啦，这应该就重来了。哎，有了瓶子，我拿到了什么茶？哦哦，就差点冲下去了。什么地方？这什么？我不明白这是什么。这里可以跳下去？真的假的？你说那个这里吗？我下来了，这什么地方？撩了100滴。不要感觉不舒服啊？这是在某某人的大肠里面游荡吗？好像哦，我啊靠，要就只是绕了一圈而已嘛，还要再跳一次。他一直往那边走，好像洞穴，还有个洞穴可以进去。哦，还要撩撩100滴，摔个狗吃屎！这里该不会实验室吧？前面应该有怪物哦。Joey， 好嘞，进不去了，开不了门。难道血怎么那么少？进不去了，该不会还有什么道具可以开门？这还可以跳吗？啊靠！我没死了，时间还没到啊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地方不知道能不能进去。
死了，是要道具哦。我们先往那个地图的最右边呢、啊，应该是剧情吧。上面还有个洞哎、欸，有那么多地方看起来好像可以走，又好像不能走。 啊，这边我也没有来过嘛，大家都死光了，怪物也死了。哦，靠背，哎、欸，这怪物死了，我打不动这个吧。 怎么办？什么都没得补，吃个东西吧。16滴而已哦。巴蒂的这一招叫做露出我的胸部给敌人看，有的时候可以闪瞎他。 什么东西？WSS 吗？我、啊、靠！他被我打哭了，烧不起来哎、欸。 觉得我好像打不动他，试试看看。啊，烧起来了，闪瞎他！哎<笑>、欸，闪到了，好白痴哦、喔，那个声音。他赢了。哎、欸，刚刚。<笑> 圣光闪了一下，他真的闪到了，耶、yeah, ！升级了，拿到一个 Joey。怎么黑这么久？哦，死了。这边的人为了打怪物都死光了。哎、欸。 开始往我这边走过来，哎，现在还在打一次，地上都是肉血之类的，可恶，我想去记录，哎，应该打得动吧？烧起来！ 谢谢。哦，这只有点痛哦。尖叫会让人混乱，然后不能行动。巴蒂没中，闪闪他一下，闪他一下，难道不能动了？啊，没中。靠，好痛！ 康普，感觉这好强哦，怎么又没中？是这样没效果吗？ 复活是全满的，蛮屌的哦。
着火加看不见，好像是。怎么都没中。好，我赢了。他死之前还要多咬我一下。吃个东西吧。满地的烂肉都被砸成了像肉泥一样，死光了。你必须用 TNT。 哦，我用了 TNT 啊。TNT 是之前打那个谁啊，那个卡车司机的一家人拿到的。来个记录点吧。复活药剂，复活香水，好荒凉哦，这个区域，而且我觉得这音乐好棒。这是干嘛？人家都死了，那边乱开枪。这音乐有点搞笑哦。闪瞎他！喂，啊，没中。枪一百五还 OK 嘛？不不不！啊，死了 ！I can't breathe. I mess this up.我不敢相信我搞砸了这些，我搞砸了这些事情。那尸体那边好像要补血，而且我为什么要杀这些人？空罐子，他死了。啊，还要打哦。没魔没血的感觉，结果满路都是敌人呢，好惨哦！怎么回事啊？都不能避开一下吗？也没有补血啊！他们胸前的葡萄干怎么都这么明显？闪瞎他们！啊，中了中了！拿棍子会把人家敲昏啊！好痛啊！哎，你呢？背景也像个葡萄干，不要想太多好不好？死光了，为了抢汤。好啊，拿汤，拿多少就拿多少啊！没有了。喝汤的处理速度好慢哦。
对，巴蒂的技能要时机啊，就是在那个圈圈刚好击到的时候，我常常都会按不好，他那节奏怪怪的，可能是我太手残吧。你看，啊，死了，不啦。这边没有存档的地方啊，全都是空瓶。这肥宅其实可不用打吧，不理他了。啊，要从上面过去。你这个笨蛋小子，你是怎么来这边的？你会让怪物进去的。那弓箭小，他的身材跟卡车司机好像。哦，中了，他这样会暂时不能行动啊。我省一点魔法了，乱按空啊。你原本是我最甜蜜的美梦，而且也是我最最可怕的噩梦。他会让我进去啊？他会让怪物进去吧？哦，这里 Vega 还是 Yoga？ 哎，记录点啦！哦，碎啦，记录点，进去玩，进去玩一玩。拜托不要再健身房了，我受够了。哇，这两个，这不是阿三吗？他说，所以你就是那个让怪物跑出来的家伙，或者他又是指说巴蒂就是那个小怪物到处乱跑出来乱杀人，而且把我的手下都打得七零八乱。这个事情是不会就这样子顺利进行下去的，把你的武器放下，而且准备受死吧。谁啊？忘记了。Vega Van Den， 他就是那个墙壁上的老大之一。好烂的名字，三三侠。他说：“等等。”他说：“我的天哪，是蓝道！”还有谁啊？还有小蓝道。他说：“蓝道，你放弃了你的什么军阀游戏，然后加入了马戏团吗？你到底在开什么玩笑啊？”耶哦！不要再闪了啦，老兄 ，boss， 拜托啦！不要再做那个事情，不要再闪了啦，好烦哦！他的手下都不爽了，闭嘴！你就是 Vega Van Den， 板凳靠背，对我就是很好啊！打架了，靠背两个阿三，我是不是要先干掉啊？我直接硬砍好了。难道没有像布莱德有那个全体攻击技能？所以乱打吧，按不到。啊，终于啊，好烦哦，在这好久。因为疯狂的补血升级到了，能力好像加蛮多的。对啊，超难缠的。这不是我预想的。死光了，你这杂种蓝道！
死之前还要闪一下。啊，又死了一个。Vega 板凳死了。还有一二三，哇靠，还有四个哎。这四个干掉要杀什么时候啊？而且我现在往哪里去找啊？这些人的位置有点搞不懂哎，到底要往哪里走啊？等一下哦，我先搞清楚我之后要去哪里啊？就直接传 Let's go 就好了吗？哎，不对啊！哎，啊，又要演小剧场了，每次睡觉都要演一下。嘿嘿嘿嘿，想睡觉吗？对，实际上想睡了。我睡。你累了吗？我还好。好吧。晚安。晚安。那还真的嘞，每次睡觉都要讲一下心里话。这难道怎么都不睡的、啊？又来了，这很重要。我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。点点，我真实的名字是达斯汀·阿姆斯壮 ，Dusty。是我的简称 ，BB。那个是布莱德的姓哎、欸，他的名字跟布莱德怎么都一样是阿姆斯壮啊？对啊，我是他认养的儿子。啊，原来都是布莱德的儿子认养的、啊。哇！所以说，巴蒂是我的妹妹，是蓝道的妹妹。姐，这个是，这说起来非常复杂。他是你老爸？对啊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但是他。他不喜欢我叫他老爸。事情并没有进行的这么的顺利而且美好。但是我很尊敬他。就算在他变成怪物的最后一刻，我还是非常的尊敬他。他也不喜欢我叫他 Daddy。所以，我想我们是一家人，兄弟姐妹。所以，也许你可以好好听一下你的老哥跟你说的这些话，可以吗？这怎么样？听起来如何，老妹？我累了，我想去睡觉了。晚安。好哦，好吧。又失落了一次。晚安。这个事实实在是太神奇了，我可以去记录了。
所以说巴蒂是他的妹妹。然后蓝道是布莱德的养子，就到最后，巴蒂不是一个人在这世界上啊，他还有他哥哥哎、欸，蓝道是他哥哎、欸，好神奇哦，好像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希望一样。巴蒂现在还会再想继续做下去吗？他有家人啊，的确有家人啊。可是蓝道为什么不早点讲？搞毛哦，非要逼的卡车司机他们都挂了之后再讲。直接讲出来不就好了吗？说不定巴蒂想法会很快就开始改变，也不一定。休息啦，今天晚上这边吧。